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外爸爸 Steven。今天我们很高兴，因为我们被邀请去一个地方叫做司马库斯，我们要去山上看看山上的小朋友是怎么上学，还有体验一下那边的生活。好，跟我们一起走。该出发了，你 say hi。Hi。Yes，Steven。Hi。出发。Can you girls say mountain? Mountain. 太棒了，太棒了。Mountain of stairs. Yeah. Hi Sarah, where did we come? Mountain. Mountain? Where? In there. Wow. There's flowers. Flowers in the mountain. Mm-hmm.
泰雅语跟中文，我们祷告啊、唱歌都是泰雅语。嗯、哦，太好了，所以今天可以晚上的时候可以来看一下。我们很高兴到了山上，我们到了司马库斯部落。这个是 Tiffany 老师，谢谢你们的邀请，还有谢谢司马库斯部落的招待。我们很期待这几天要在这边体验一下山上的生活，看小朋友山上的小朋友怎么上学，还有看看他们一些充满文化的一些活动。谢谢 Tiffany 老师，谢谢你们来。Yes。哎呀，你刚刚坐四个小时的车还好吗？还好。到了有什么感觉？终于到了。你们刚刚吃了什么？晚餐。水饺。水饺跟。肉跟高丽菜。OK。还没。饭跟高丽菜。Lisa， 你坐那么久的车，你还好吗？还好。有没有呕吐？有，很像，可是没有。很想要，不过没有，对不对？嗯。你好棒，有。那我呢？亲爱的，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小木屋。好，请进。OK， 亲爱的。有两张双人床。Yes。然后来看外面的风景，很美丽。好。Oh my goodness！ 哇，我们好像住在世界的顶端。那边有河，那里。那边有小瀑布，枫叶。可以坐在这里就看着风景发呆很久。是。Hi, Olivia. What do you see? Mountain. 很多 mountain, 对不对？对。Hi, Sarah. Hi. What do you see? A white mountain. So nice. Yeah.现在去吃饭是吗？呀、yeah, ，现在要去吃饭。真的很漂亮。哇、wow, ，so pretty。Is it warm？ 很暖和。Sarah， 你有帽子吗？给我看一下，给我看。你喜欢吗？对。Hi Joanna。Hi。来到山上，你有什么感觉呢？Hi Bethany， 你来到山上，什么感觉？很开心，很凉快。This looks so nice. I can fall down. Hi Lisa， 你来到山上有什么感觉？很开心。是吗？第一次吗？对。That one's the biggest. I think the biggest mountain. Okay.很高兴，我们虽然开了四个小时的路，不过我们终于到了，我们真的很开心。而且他们的这个木屋很舒服，我们很期待晚上可以睡一个很好的觉。Looks really pretty, huh? 你说什么？我说那些小木屋这样看上去很漂亮。啊哈。然后后面的山。Ready? 这个是我看过最大的迷迭香。Rosemary 吗？对。有香吗？嗯，香啊。今天我们跟司马库斯学校的老师们一起吃晚餐，很开心。猪肋排。是 ，OK。我们可以点汤。OK。Hi， 罗恩，你在吃什么？
酸猪肉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艾大夫，你在吃什么？我在吃猪肋排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然后这个是老外爸爸的鸡，日就煮日式，地瓜、竹笋。Half a chicken, roasted chicken, 单鸡，好的，看看吧。哇我的最爱，那里你最爱的火锅，我最爱的火锅来了，它叫勇士锅。因为你跟我一起上山很勇敢，勇敢，对。现在很享受我下山的晚餐，虽然现在才六点多，有点累，可能会早点睡。明天早上一大早八时几点要。开始上课，7:45，所以要早点睡觉。勇士锅，现在变成公主锅了，每天都是公主在吃。Yes. 很好吃。Hey Adeline， 我以为你吃饱了。哦，火锅永远都可以再来。还有一点空间吗？对。好，你跟妈妈讲。你看这些老师们，大家都选，都是锅，对不对？挥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都是锅，都是锅，对。好，天气冷了。丽莎，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吃饱了。现在我们要去灵修，去祷告，去唱歌。